各位香港的朋友以及在空中参与这次 CTU 举办的国际研讨会的所有朋友，大家早安、午安、晚安。今天很荣幸受邀参与 TEDxCityUHongKong 的活动，来说说我与金屯朋友的相遇。我是任一凡，我来自台湾，我的职位是远雄海洋公园海洋部的总监，负责所有动物及水生生物的饲养管理、健康管理以及各类有关动物生物展示经营的管理。在成为高阶经营人之前，我是个兽医，治疗动物的疾病是我主要的工作。不过成为一名兽医师却不是我最早的志向。这个故事呢，要从2000年的那个夏天说起。在高中毕业前的某一天晚上，我在家看着 Discovery Channel， 看到有关海豚的介绍，大概是摄影师还有剪接师的功力太好了，我看完影片竟然感动到在当晚就立下一个志愿，那就是以后要从事有关海豚的工作。所以在大学联考选填志愿的时候，我也以海洋生物为海洋生物相关的科系为选项为优先，因为我认为那样最有机会来接触到他们。不过命运似乎利用安排，我后来进入我的母校，是位在台湾嘉义市的嘉义大学兽医系。我原本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另一间学校的海洋资源系。我爸那时候在得知我没有进海洋资源系的时候，而是进到兽医系，他竟然还恭喜我。他说因为他觉得海洋资源系毕业后很难找工作，而且兽医系毕业至少搞到执照之后，你自己可以当老板开动物医院。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念完兽医系的我还是没有当上老板，没有当上院长，因为我还是没有放弃我的理想。2000年暑假过后，我的大学新生活就此展开。那时候刚好看到台湾成功救治搁浅花纹海豚的新闻，因为这只花纹海豚是在台湾一个交通宵的地方搁浅，加上它的体型及体色研判是个老年个体，所以大家帮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阿通伯，而它也是台湾以及亚洲第一只成功野放复健的案例。在那个新闻中，我才晓得台湾有一个叫做中华金豚协会的组织，他们会救治收容那些搁浅的金豚。从那个新闻之后，我就开始寻找有关中华金豚协会的相关资料，才知道当时任教于台湾大学生态演化所的周连香老师，他是台湾最早参与金豚保育的专家学者之一，中华金豚协会也是在他努力推动所创立的。后来透过母校的老师的介绍，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暑假就自己联系了周连香老师，然后去他的实验室当实习生，接着也就跟着那时候还是他学生的杨伟成医师，跟着他一起到处做这个搁浅救援的这个活动。然后也很幸运有参加到一次这个搁浅热带斑海豚的复健，那他后来也复健成功，得到了野放。后来我在大学毕业之后顺利考取了兽医师的证照以及硕士班的资格。在硕士班的时候，我就担任在台南的一个金豚救援站的兽医。在那个时候，我不只是进行搁浅金豚的一个诊疗工作，同时也得要协助环境的一个维护。当时为了让参与金豚救援的志工能尽快协助一些工作，我们当时候的一群志工还拍摄了一些培训影片，在画面中你可以看到最右边这个连结，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进到这个连结，看看我们当时候一群年轻人在困难的环境之下，我们的热情是如何展现的。后来硕士班毕业之后，因为在台湾我们是男生是需要当兵的，所以我就先去当兵。那在兵种的一个选择呢，我很幸运可以选到海洋巡防队。海洋巡防队是在台湾如果遇到海豚搁浅的时候，他们是有责任要在第一时间前去现场去做协助，去做救援的。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当时候在统计上面比较容易碰到搁浅案例的一个单位。不过在我服役的这个十个月期间，却没有遇到任何的搁浅事件，反而是像右下角的这张照片，我们必须要跳很多的船，就爬上船去检查是不是有走私偷渡的这些人或者是物品药品等等的，所以当时候反而没有遇到任何一次搁浅的案例。很顺利的，我在服兵役的时候，在快要结束之前，我就应征上了
远雄海洋公园的一个兽医师。大家可以看到这次在远雄海洋公园里面的一些动物，也就是我服务的对象，从不到三公斤的亚洲小爪水獭，一直到体重能超过300公斤的海豚、海牛。在这段期间，我也参访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包括中国大陆。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我因为生涯发展的规划，我就决定到中国大陆去发展。我当时选择进入海沧海洋公园，这是一个在大陆拥有至少10个场馆的集团。一直到2020年，因为 COVID-19 的关系，也就是去年，我返台陪伴家人，并且再次进入远雄海洋公园。在大陆这段期间呢，我走过许多的地方，不同的场馆，各种对待动物的方式以及态度都有，有很先进的，也有很落后的。我入行到现在差不多13年了，从学生时代参与救治搁浅鲸豚，成为海洋公园的兽医师，一直到现在成为高级主管。我完成了我2000年那个夏天的梦想，我的工作与海豚有关，但这个过程并不轻松，因为海洋公园这个产业一直受到批评，所以我必须在某些时候代表公司与那些反对海豚圈养的组织对话，甚至必须回应他们的抹黑。还记得在台湾有一次，有一家电子报曾经报道着远雄海洋公园会把那些训练不了的动物杀掉。先不论海洋公园当初是为了什么目的成立的，但这些动物不是那些被养来屠宰的生物动物，他们的价值在那些老板的眼中可是经历千辛万苦才获得的宝贝，怎么可能训练不了就杀掉呢？真的要有动作，也应该是另外找一批能教会动物学习行为的照护员，怎么也不可能去杀掉那些海豚。如果正如报道所说，那我当初也就没有办法应征进去了，反正动物生病了就直接淘汰，换一只更强的个体不就好了吗？多数人也常因为一些组织的一个宣传，认为海洋公园或水族馆是一个低成本高报酬的行业，但我相信真正有经历过鲸豚救援的组织负责人就会知道，光是一只搁浅鲸豚海豚复健的水电费、饵料费就可能将半年的经费用完了，这还不包括可能产生的人事费用、医学检查以及诊疗等费用。现代化有企业责任的海洋公园或水族馆，他们为了动物的健康及福利，除了水电饵料等基础费用之外，还有员工的培训、支持科学家的研究经费等等，一整年花费的成本是相当可观的。在这么庞大的经营成本压力，要改变海洋公园目前以动物表演或动物互动为主要生存的方法，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老板他们以前的一个生存方式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获取这个维持的一个成本。就像是美国的，即便是像美国的 Clearwater 这样子的非营利组织，他们除了接受捐款之外，为了能让机构永续运作，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也得推出各种动物互动产品、体验产品来支持所有的运作，甚至还拍了电影，打造出 Winter 这样子的动物明星，后来还拍了续集。而我自己因为经历过搁浅鲸豚的救援，我知道要维系一个救援团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如果没有充足的经费，很难有人有意愿在无酬劳的情况之下去工作。至少我现在在台湾还没有看到任何资深的志工以及兽医在不知心的情况之下常年待在救援中心等待着搁浅鲸豚的到来。这时候海洋公园就是一个潜在的资源，海洋公园因为营运的需要，本来就要有团队照顾圈养的动物，因此在动物诊疗操作，不论是人员的技能或是已建制的诊疗设备，海洋公园都有一定的规模，平时也可以举办一些志工的培训或者是兽医的培训，让未来可能投入搁浅救援的人有更真实的一个学习经验，而不是在过去我们只能用充气的这个模型来做一些演练。人类因为文明持续发展，不再只是追求那些刺激、奇特、诡异或是嘲讽的动物展示，有更多人关注着这些被圈养的动物的福利，即便是支持海洋公园产业的游客，也越来越关注他们所参观的机构是否有好好对待那些动物。也因为有了这样的改变，许多海洋公园开始改变他们的经营的方法，马戏嘲弄动物的表演手法都已经消失，而取而代之的
则是传达动物的关爱或者是保护环境等目标的活动。那些顶球、跳圈、滑稽搞笑的马戏团表演已经是被时代淘汰的产物，这些已经牺牲原有也是野外生活的生命应该有不一样的价值。我们要想的是如何让他们活得有尊严，活得健康快乐，进而让我们从这些动物身上得到更多的启发，学习怎么关爱所有物种。最终目标是让人们懂得大自然的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的，我们只是生态地球生态链中的一个点而已，而这个点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了很多连接的破坏，所以我们现在就必须要行动，让我们的生态能慢慢的获得平衡。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呢，在台湾澎湖群岛有一个叫白沙乡的地方，那边的渔民每一年都会捕杀海豚，因为许多渔民还是认为海豚跟他们抢饭吃，所以就要进行族群量的控制，而其中有一些被捕猎的个体就会留下来作为观赏或者是喂食。当时候白沙乡捕杀海豚的画面也被国外记者拍到，接着国际上的压力就开始对台湾的政府施加压力，而台湾也在那个时候开始了鲸豚的一个保育，将所有品种列为保育类动物，不得任意捕猎。在画面左边的这张照片，箭头下的那个就是我，那个不怕动物咬的那个孩子。我大概从那个时候就已经与海豚定下了不寻常的缘分，所以注定我未来也得要跟海豚生活在一起。最后，不论你因为海洋公园、水族馆对于科学研究以及保育贡献、保育教育的贡献而支持，或者是因为道德情感以及动物权利而反对这个产业，但我相信我们应该有共同的一个认知，那就是给动物最好的，不让动物受到痛苦。而我过去13年来一直在实现这个目标，我的未来也会持续下去。我无法改变他们已经存在人类圈养环境下的事实，但我会用我接下来的生命来改变他们本来被圈养的目的，让人们了解更多他们宝贵的价值。以上就是我与如何与海豚相见的故事，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